现在在这个表格里面有这样几百张的照片，如何一次性将它们全部提取出来？我们点击表格左上角这个文件，然后点击这边的另存为，进来之后找到一个位置，比如说我们给它存放在桌面，然后我们给它啊，将它的保存类型点开来之后，选择我们的网页，这一个保存类型，然后点一下保存，然后我们来到桌面上，这时候你来看桌面上是不是多了一个文件夹，双击打开，这里面就是咱们全部的我们的照片，感觉有的同学一定点个赞哟。